母牛的哭泣。别杀我的孩子，别杀我的孩子，别杀我的孩子。我想这头母牛想要说的就是别杀我的孩子。每年有900万个母亲被迫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他们就是全世界最受剥削的母亲——乳牛。乳牛跟人类一样，他们泌乳是为了喂养他们的孩子，而促成泌乳的过程也与人类相同：怀孕、生产、哺乳。没有生小牛，自然就不会泌乳。为了维持产乳量，母牛被迫要每年受孕。可最终最残酷的转折，就是母牛仅能哺乳小牛一或两日之后，这些小牛便会被带走。公的牛宝宝被屠宰成小牛肉，而母的牛宝宝则被用以取代他们精疲力尽的母亲，或者出生后就立刻屠宰来获取他们胃里面的胃膜。被抢走孩子的乳牛都会哀求讨回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用的是一种不需要翻译就可听懂的语言，他们的叫声，哀戚、无奈、哀鸣，许多乳牛会连续好几天日夜不停地呼喊，他们直到死前都会记得自己生过的每个孩子的脸庞、味道、声音和脚步。孩子是他们怀孕、辛苦生产、填枣所产下的可爱的孩子，也是那些母亲没有机会认识、养育、保护、看起长大的。这些乳牛就像是产奶机器一般，被关在像仓库似的牛栏里，每天需要产出100磅的牛奶，这是他们正常产奶量的10倍。超量的工作必然要乳牛付出代价，极痛苦的乳腺炎、跛脚、产乳量降低。当乳牛的产乳量降低，它就会和其他没有利用价值的乳牛一起被赶上卡车送去屠宰。造成这一切的最终原因就是乳制品消费。乳品业者声称，大家要喝牛奶才能保持健康。错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其实对人类而言，牛奶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饮品。所有的牛奶都有59种仍有效的激素、200多种过敏原、脂肪和胆固醇，以及高达52种的强大抗生素。在牛奶里的59种激素中，有一种强大的成长激素 IGF-1， 它是乳癌、摄护腺癌和直肠癌快速成长扩散的关键因素。IGF-1 是所有牛奶里的正常成分，因为出生的小牛本应依靠牛乳来快速成长。牛奶是为小牛量身打造的，而不是为我们人类。不只是牛奶，任何乳制品都是如此。同体积的硬乳酪有高于10倍牛奶的有害物质，因为要10磅的牛奶才能做出1磅的乳酪。还有双麒麟，每一口双麒麟都有12倍牛奶的有害物质。在当今的世界，有许多美味的乳制品替代物，比如豆浆、米浆、燕麦奶、坚果奶、椰奶，这些全都有益健康，而且无色残酷。只要你拒绝支持乳制品，你就可以停止这些悲剧的一直发生，让这些牛妈妈停止受苦，因为牛奶是
来自于一个悲伤的母亲牺牲亲情所得的一种不健康的饮品。No.